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59页，659页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又弥陀苏超曰：无生人略有二种，一若法，二若行。若法则诸无其作之理，戒曰无生，慧心安此，故名曰人。这个就法上来讲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最后一句他说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他这个五句话呢非常重要。前面四句话是讲能生的自信。自信是清净的。这第一句说的。第二句说的呢，自信是不生不灭。第三句讲呢，自信本自具足，他没有欠缺，究竟圆满。第四句话说的是自信本定，本无动摇，自信是定的，是不动的。那么不动就见性，我们见不了心，我们心在动，这个在动的心叫生灭心，生灭心是假的。佛经上常常叫它做无常，无常就是不定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，生灭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
就是一秒钟，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记住，单位是兆，啊，万万是亿，万亿是兆，啊，数目字是兆。这样的频率确实是在我们面前，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相，诸法实相的真相，不可得了，我们掌握不到。我们在前面用过去这个电影来做比喻，啊，现在的电影呢用数码了，不用胶卷了，啊，以前照相用胶卷，啊，现在都用晶体了，不用这个，没有那么麻烦了。但是胶卷呢容易懂，啊，胶卷。这个电影呢，它的原理就是动画。啊，拍摄的时候是一秒钟拍24张，连续的拍下来。放映的时候，同样的速度，啊，把这个影像打在荧光幕上，打在荧幕上。那么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，好像很逼真。啊，人是动的，啊，音声是连续的，我们听得懂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啊，这是什么像？什么一种像呢？不是单独一片，单独一片看不到，毫无意义。啊，是一种相似相续像，因为我们知道，电影的拍摄每一张都不一样。每一张都是独立的，就是一个念头。啊，佛经上常讲一念，一念就是指这一念。啊，那么这一念里面，我们需要多少念，我们才能感觉得到？啊，大概让我们有个清晰的感觉，至少是1/2秒。那么1/2秒呢？一秒钟24张啊，1/2秒就是12张。12个画面重叠在一起，我们混淆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东西了，听到他说的话了。如果单独一张看不到，啊，单独一张。速度很快，我们有一个感觉，有个光亮了一下，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见，啊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，都能感觉到的。那么现在从这个基础上，把它的频率增加到1秒钟1600兆。试问了，我们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会有感觉吗？真的没有感觉啊！科学家在找宇宙的起源，啊，生命的起源，没有起源了，到哪去找啊？就在当下了。给你讲真话了，没有时间呢，也就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又告诉你，根本没有空间。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呀。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。啊，宇宙什么起来的，就在当下。这个很难懂。
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没有过去，要找过去，要找宇宙开始，怎么开始呢？没有开始，不生不灭，这是讲万法。莲池大师苏超里说得好啊，啊，如果就这个无生法人呢，要就法上来讲的，诸无起足之理，一切法没有起足的道理，永远没起，没有起就是没有灭，不生不灭，这一句话是真的。啊，不生不灭，要在里头去找生灭，这就苦了。找几十年，找几百年，找几亿年，找几亿万年都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它没有，你落空了。啊，这个科学家们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服了佛说的话？这叫无生啊，无生就无灭了，所以你不要去找生灭，生灭是幻象，刹那没有了，还会不会现前？没有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假象。啊，电影这个假象，它有底片。自信的假象，有没有底片？有底片。它那个底片不是物质，所以拿不出来，也不是思维，也不是想象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心理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真有。啊，在哪里？我们看不见。有人看见吗？有。谁看见了？佛看见了，还有人啊！《大乘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，那就是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佛是妙觉，统统都看见了。正得这个层次的人很多，我不是一个，一个人说了不算数啊。得到同等层次的定功，统统看见，看见说出来都是一样的，这没话讲了，这真的可不是假的。佛法是科学啊，怎么说？科学要求证，佛法求证，没有证的不是你自己的。证的就是怎么证的？放下就证的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决定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真的了。这就是八地的境界。啊，我们很认真，很冷静地去想一想，我们能不能修到这个境界。
不可以说不能，也不敢说能。不可以说不能，因为你自性本来是佛。我们的自性跟如来的自性是一不是二，佛有我们有，绝不逊色。佛真的，佛放下了，我们为什么不敢承认真的呢？我们放不下了，口里说放下，心里也想放下，事实上就是放不下。这个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是无始无明的习气。这从理上讲的，从事上讲的业力。我们的业力太重了，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则造业，念头才动就是造业，开口说话口业，所有的动作是身业，身口意三业，念念不停在造啊。啊，这一生几十年累积下来多少？如果再给你算总账，过去生，再过去生，生生世世累积的有多少？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，如果这个业力要是有物质的形象，净虚空都容纳不下。佛说这句话，我们细心去思维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正是净虚空都容纳不下。好在什么？它没有体积。啊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再多再多。连一个微中子都能容得下，可以容下我们全部的业力，微中子。那因为他没有心想，啊，所以能生万法的自信，无想。从自性所生的万象有相，万法万法通通有相，虽有相不是真的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相由性空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幻想有不可得，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像，有没有？有啊。能不能到？得不到。为什么都是假的？不是真的。佛经上的两句话：“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”这个境界，这个真相。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，那所以屏幕是我们一面最好的镜子。啊，在这个镜子体验出空有不二，空有同时存在，
空有互不障碍，这叫不思议的境界。今天科学家把它发明出来了，我们见到了。在一面镜子里显示出宇宙的实相。或者我们佛经上的名词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相，这一个屏幕显示无余，统统显示出来了。叫真真不可思议。宗门叫参究，这就是参究的处所。我们有了概念，那为什么还放不下？概念不深刻，敌不过业力，业力的能量太大了，我们这个觉悟能量小，没有办法克服它。知道依旧不能放下，彻底真正知道了，立刻就放下。这就是佛经上的比喻，叫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成佛要多长时间？一念。也就是说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凡夫就成佛了。凡夫本来是佛，你就还原了。回到哪里呢？一还原就回到常寂光。常寂光，今天科学家有个名词，我想应该是一个意思，叫零极限。零极限就是常寂光，但是没有常寂光那个字的意思丰富。常寂光三个字的意思太妙了，常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。极是清净，告诉你什么都没有。不生不灭，什么都没有。光呢？光是遍照虚空法界。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什么都没有，它永恒不灭。起作用呢？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。诸佛刹土，世界一真庄严，全是这个光变现出来。这个意思多圆满！用这些词的是智慧啊。从这个地方看，我们现在人跟佛不能比啊。经典的教育不可思议啊！年轻人要发大心，要行菩萨道，要把如来的沉船接受过来，这个一生有意义，有价值。你到世间来干什么？为了继承释迦牟尼佛大法的。
啊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。啊，真正发这种大心，认真努力去做，佛菩萨保佑你。我们看不见佛菩萨，佛菩萨看见我们。啊，你发这个大心呢，就放光啊，佛就见到了。这个光跟佛光相同。啊，光波频率相同，所以佛立刻就感应到，佛就会加持你，佛也会折磨你。佛为什么要折磨你？锻炼你呀！不锻炼，你怎么会成就啊？啊，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会遇到。啊，遇到怎么办？不动心就通过了。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一切法是虚幻的。啊，逆境恶缘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来考验你，看你还没有没有怨恨。啊，心里还有没有难过？必须在境界里，地狱如如不动，天堂如如不动，没有贪念，地狱没有怨恨，心平气和，这就通过了。啊，时时刻刻考验你，分分秒秒的考验你，你才能成就啊！经不起考验的，都被淘汰掉了。啊，淘汰掉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不能有丝毫傲慢习气，有丝毫傲慢习气都是障碍。啊，贪嗔痴慢疑。每一天早晨起来，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就是在境界里头把贪嗔痴慢疑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傲慢。这叫真修行啊。啊，读经打坐是修定。啊，到一定的程度了，这些东西有没有没关系，有还是天天做。天天做为什么？不是为自己，是做样子给别人看。啊，身心言教啊。啊，要做好样子给人看的，威仪有则。啊，把整个佛法了，就在生活当中做出来。行住坐卧。释迦牟尼佛最好的榜样，啊，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，真诚恭敬谦虚，啊，诚实，要做出来，要养成习惯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万物，啊，对树木花草，
啊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。啊，把慈悲心显露出来，对山河大地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能够对山河大地、对树木花草，何况对人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真干出来，啊，老实是根本，不老实的人、聪明的人很难成就。为什么？他不听话，老实就听话。听话的人就有成就，就会真干。遇到佛法，这一生当中真正能成就，属于这样的人。那不是这样人，没关系，来生后世再来。我们这一生学乖了。这六个字学到了，要知道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没学到，要学到不就早走了吗？怎么会还有今天呢？没学到，六个字没学到啊。这六个字学到了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这一生还不能学到了，来生后世慢慢来啊，总有一天呢，你学到了，学到了就叫根熟众生，啊，佛来帮助你，你根熟了，你决定成就，啊，条件就六个字，这六个字是秘诀，这六个字是宝啊，真正发心，这一生要成就，那就是善，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我的。只要发这个心，你的一生呢，佛菩萨照顾你，我没有要求他，他自动照顾，自然照顾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本分，这是他的事业，是他最主要的事业。帮助别人成就，帮助别人度化众生，让如来之法世世代代永续传下去，一切诸佛如来第一个事业，哪里要人求的？你求，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他帮不上忙。你具备这个条件，不需要求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是鼓励我，啊，是为我安心的。一个人，尤其一个年轻人，心不安呐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啊，烦恼、忧虑、恐惧，啊，烦躁，
都在我们面前呢，多么可怕了！啊，谁靠得住啊？啊，谁能帮助我？这个社会，人与人现在只有利害关系，道义没有了。啊，真正明白的人，有一个人很可靠，阿弥陀佛。你靠定他，准没错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每一天生活都是他安排的。那我们呢，应该随缘，在随缘里头学不变。用什么不变？就用一句弥陀名号不变。我就抱住这一个名号，我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，佛来了我就跟你去。你没有来我听话。我这一天要做一个敬宗学生的好榜样，做给大家看。这个心愿念念不忘啊！一切法无生，明白了。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心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只依靠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。一直到圆满成佛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速度很快。贤首过死还原观上，四德真简单呐，一点都不麻烦的，比三归五戒还简单。它非常重要，是大德，根本的大德。第一条，随缘妙用。我们每天从早起来到晚上睡觉，随缘的，欢喜啊！善缘恶缘都欢喜。为什么成就我？提升我？帮助我消业障？帮助我成长？妙用就在这个妙字，妙是什么呢？放下了，不执着了，心上没有就妙。随缘，心上没有缘，这叫妙；心上有了缘，着相不妙了。念念决定没有为自己想，都是为别人想。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这是总目标。如何达到这个目标？那就要晓得
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而不觉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是啊，觉而不迷。翻过来，觉而不迷，他就乐了。那么佛用什么方法帮助大家教学啊？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七徒有佛了，号阿弥陀，经现在说法，妙就妙在这里，经现在说法了，说法不一定要用口啊，做出来也是说法了，身心言教啊，身口意三业教化啊，心里头念念不忘教化众生，身表演做出来给你看，啊，有一些有缘人一看他就觉悟了，他就明白了，有一些人一听他明白了，啊，佛就用这两种方法，啊，身，你看他一生的，早一天的生活，那就是身心。啊，你看，有疑惑，有不明了，你问他给你解答，言教。啊，落实在身心研究。把人都教好了。啊，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那是他精挑细选的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选这些什么人呢？业障消干净了，称心的功德具足了，他要挑这些人。那经上说，无逆施物回报佛法，怎么也能往生呢？难。为什么？他临终时候忏悔了，真的回头了，后不再走。啊，那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身心清净啊，福祸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的条件，佛来接引他了。如果不符合，他的烦恼习气还有一些，佛不会来接引他。啊，多少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没有看到佛接引，于是又搞六道轮回，多啊。60年前李老师常说，60年前的人比现在人老实多了。啊，老师告诉大众，10000个念佛人能够往生的3个5个，也就是念佛人临终求往生，阿弥陀佛来选10000个人，只选到3-5个啊。
哎，现在60年之后，啊，我说了，10000个人可能只有1、2个，没有3、5个那么多了，1、2个。啊，在60年之后啊，大概可能呢，5、6万人当中有一个，越来越少。啊，所以要劝呐，要教啊，那就是我们做好样子啊。我们真正能放得下了。啊，决定不为自己。啊，要晓得名闻利养全是空的。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错了啊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现在年轻人，我听很多人告诉我，年轻人最羡慕的是哪一个人好，哪一种人呢？明星呢？都迷在明星上，都以明星为榜样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明星将来到哪里去？他把人带好了，他到天堂去；他把人带坏了，他到地狱去。你细心观察，他将来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到什么样的地狱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都会明了。不能学。啊，中国古时候，知识分子叫读书人，以谁为榜样？以孔孟为榜样。啊，学孔子，最低限度，那一部四书，他是真的读了，真的明白了，真正在学习。学夫子的仁义，学夫子的道德，学夫子的生活，夫子日常生活，弟子们在《论语》上记载的温良恭俭让，悟德了。这是孔子平常待人接物。温厚、和睦、啊、善良、恭敬、啊、去理第一句话是无不敬、啊、没有他不恭敬的。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，对一切万物啊，对事的恭敬是认真负责啊，生活节俭、处中让，不跟人争呢。退让啊！一生不争名，啊，
夫子一生没有著作，论语是学生记录下来老师的为人啊，言行记录下来，不是孔子自己写的，释迦牟尼佛也如是。走了以后，经典是学生写的，头一句话如是我闻，如是这部经里头写的东西是我听老师讲的，不是我的。那老师当年没有用文字写出来，这些古人都学会了。啊，古人的著作什么时候流通的？都是走了以后。啊，学生朋友给他流通的，啊，自己为什么不流通呢？不好意思，这是谦虚欠得了教人呐，一定到自己死后，别人去流通。啊，我们看古大德确实如此。啊，莲池大师的著作，他的学生古德法师替他整理流通。欧耶大师圆寂之后，他的著作是他的学生陈实法师流通的。啊，今人我看到两个，啊，方东美先生，他的一些著作，他走了之后，学生们把那整理流通的。啊，再就李老师，李老师的著作，好像80岁生日的时候，也是学生们给他流通。啊，全集流通是往生之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不增名啊。现在人要知名度高，要赶快成名，这是什么？跟电影明星学的。啊，那我们跟的这些老师都是跟古人学的。啊，我看到我讲的东西出版很多，我都看到好多。谁给我留的不知道，谁写的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他们是从录音带从光碟上写出来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时间看，随他去吧。啊，只要自己如如不动就好。啊，里面肯定有错处，有误会的地方，有曲解的地方。啊，希望大家看到了，给他修正过来。啊，
我是决定不看的。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这些东西，我讲完就完了。啊，不要放在心上嘛，全是假的吧？搞这干什么？啊，要流通，流通古大德的，有价值。但是古大德的东西深，可能现在人看不懂。我们说的浅显，能帮助现在人，帮助现在人，最好要懂得，要看古人的东西，你才会真正能提升。啊，看现在的，看我的东西，帮你起心，不能帮助你提升。啊，能够从这个地方对古圣先贤产生信心，产生恭敬心，啊，真诚心，这个利益就大了。啊，我们今人怎么修、怎么行都比不上古人。什么原因？古人修行的环境好啊，氛围好啊。200年前，我们今天到斯里兰卡看到的那种感动的情形，200年前中国社会就是那样的，比他那还高，水平还高。啊，因为中国有大臣。有儒有道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世界第一。啊，这200年，我们学外国人，把自己的东西不要了，啊，自己的东西摆在面前。不能吐啊，文字改了啊，这是大环境啊。啊，要跟古人学习，要以古人为师啊，学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啊，真实的经验的学文言文，不从这里下手，你没办法啊。今天谁能懂得文言文，谁就是真正汉学的传人啊，汉学的老师啊，继承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这人还得了啊？啊，这个人能救自己，我相信他一生过孔孟的生活，过佛菩萨的生活。身心健康啊，法喜充满啊。论语头一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说就是喜悦，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。啊，你真正能得到古圣先贤的真传，这文字多重要。
古籍里面只要通个两三种就够了，要精通。佛大乘无量寿经够了啊，黄连所老居士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，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精华啊。这个本子加上注解就是《大乘佛法精华录》，专心搞啊，要讲，要天天讲，啊，一天至少讲1个小时。一生不中断，不要等你一辈子，10年之后，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化身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要是一生专搞观音三经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，专攻地藏三经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你当然能够承担大法的乘船传人教化众生，佛法就兴旺起来了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语言不足啊，你们好好的学，我替你们制造因缘啊，我全心全力支持你的成就超过我10倍都不止，才能救世界。佛菩萨给我们的缘分啊，这最明显的斯里兰卡的缘分，马来半岛的缘分，印尼那边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有必要我还得常去，不常去这个语言慢慢就淡掉了啊。现在为难的年岁真的是太大，体力不如从前的啊，我在85岁以前体力很好，没有感觉到累啊，这2年感觉到有点累了，不一样了。85岁以前哪里打个电话找我去，我真去啊。现在人找我都考虑一下。啊，真正有大的利益，
对佛教有利益啊，对团结宗教族群有利益，对世界和谐有利益，我还是去啊。如果不是这几方面的利益的时候，我个人的利益我绝对不去啊，我没有这个必要啊。我今天一心求生净土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多住，我去它干什么啊？所以为正法救助，为众生福祉，这个应该要去啊，累还是要去啊。斯里兰卡全国学佛，而且落实到生活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世界各地的佛法只是口里说说而已，没真做到啊。那么在斯里兰卡学这个办学呢有好处，在那里学习，你走出学校之外，你见到了啊，看到佛法了，所有环境全是佛法啊，大人小孩各行各业啊，没有一个不把佛陀的教诲啊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看到了，那是以佛法治国，以佛法教化众生啊，这个太理想了啊。所以佛教大学、宗教大学应该建设在那个地方啊，全国朝野支持，这个力量就大了啊。我们要做出榜样，这个国家除佛教之外有印度教、有伊斯兰教、有天主教啊，还有几个宗教，他们也是多元宗教啊。政府对于这些宗教都很尊重，没有歧视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将来这些宗教，每一个宗教都建立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就是他们宗教，落实在这个小区啊，都给世界做好样子来看看啊。大乘佛教我们也做一个小区啊，慢慢的把它提升起来啊。他们现在是小乘啊，他们乐意接受大乘。我们希望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，后来延伸的许许多多的宗派法门，通通都能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。只要真正有人肯学，放下外面，放下名利啊，障碍我们没有别的，财色名利四大魔王啊，这个要远离，要真正放下，你就会一帆风顺。
那么这个莲池大师教我们啊，先从法上看无生人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心安在这个地方，这叫人，叫无生法人。要行呢，在行为上呢，则报心成熟。报行报是果报，行是修行，报行成熟是什么人呢？化身菩萨了。我们是有行的，不纯的，没说啊。啊，中国佛教里常说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是报心成熟。啊，见心成佛。三诸佛十宝庄严土，这叫成熟的啊，报行没有成熟的。三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就是十法界没有脱开脱离设法界啊，也就是说还没有能够转世成智啊，他用的心是妄心，用阿赖耶，用分别心啊，分别心用的成熟不执着，虽分别不执着，这什么人？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，没有超越十法界，纯属超越十法界啊，这从形上说的啊，这种人知名于理，无相无垢啊，旷若虚空，湛若听海，啊，这几句话说得很好。啊，智是智慧，真智慧现前。啊，理是自信。智跟自信融成一体了。离一切相，无相啊！事出世间一切相，全放下了。外无相啊，内无垢。这个地方我们常说积功累德了，这个地位上啊，积功累德也放下了，他还要不要做积功累德的？他还做，他从来没休息啊，他做跟我们做不一样，我们是有心去做，有心有妄心，他们没有妄心，他们真心在做，真心在做是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。
啊，四谛里头无作四谛。啊，妙觉如来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。啊，但是呢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他那个应就是无作而作，自然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但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 众生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。那他知道了应该来帮助你，他就来现行。啊，应以什么身？不是佛自己想象，是众生心里头希望的。佛菩萨来帮助，佛菩萨就现身了。希望佛就现佛身，希望菩萨就现菩萨身。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啊，所以现身说法了，不是佛那边的事情，是我们众生这边。我们动什么念头，他用什么样的反应？啊，就像这个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我们起心动念头，这个水自然现出洁净来给我。我们念头善，非常之美；我们念头不善，那个图案现出来很难看。啊，自信就是常寂光，跟一切众生感应的，就跟这个样子相似，跟水实验相似。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我们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！佛在帮助我们啊！我们的一生通通是佛安排的啊！无论什么境界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我们讲境是环境啊，外面的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，小环境是我们居住这个地区，大环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我们面对这一切人，人有善人有恶人啊，佛用一个境一个缘就统统包括了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，在境缘当中自己能做得了主啊，不为环境所干扰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自己要能做主啊！啊，不要被环境转了，我们要转环境的。啊，要相信佛的一句话说：“境随心转。”心做得了主啊，整个环境、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跟着你转了。啊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在环境里头起了贪嗔之慢啊，升起七情五欲，
那你就被环境转了。啊，学佛的人真正学佛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了，在境缘里头，你有智慧做主，不是感情用事。啊，初学的人转不了环境，受不了环境的压迫、环境的诱惑，那你就用念佛这个方法。啊，心里头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啊，里外清清楚楚，我佛号不间断。啊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求佛力加持，环境自然会转变。啊，无相无空啊，旷若虚空啊，是比喻。啊，湛若庭海也是比喻。这都是这两句比喻我们放下了。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啊。啊，自立要有节制，要适可而止，不起贪心。啊，逆境里头不起怨恨。啊，譬如对毁谤我们人、障碍我们。啊，羞辱我的，这都很难忍。啊，陷害我们，对这些人不生怨恨。啊，不生怨恨，你就会生感恩的心。那感什么恩？害我感什么恩？害我，我能忍了，我要感这恩。他也不害我，我这个人从哪里修啊？我忍辱的功夫完全在境界上修出来的。好事情呢，不是坏事情啊。啊，菩萨道上有这门功课，这门不及格成不了佛啊。啊，所以会感激，会很欢喜。啊，受害了也很欢喜，啊，受骗也很欢喜，啊，别人骗生怨恨心啊，啊，甚至生报复的心啊，啊，我们若无其事，啊，钱财我用你用都是用嘛，一样对吧？啊，我不用给你用好了。没有一丝毫怨恨啊，处处需要忍，处处需要让，这个人有大福报，后面的福报很大啊，很快就回来了啊，是自然的啊，不是我们有心去求的啊，所以心量要大啊，湛若庭海呢，是心量要清净。啊，湛跟庭都有清净的意思。这个水没有污染，心识妄惑，皆然不起。这两句法说了，前面是比喻。啊。把心识比喻作虚空啊，心识不起妄惑或是迷惑
妄是妄想，啊，你的心是清净、平等。啊，迷惑就不清净。有妄念就不平等。啊，所以要把自己修行的目标锁在本经经体上。经体上修行就五个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啊，清净心就是阿罗汉，平等心就是菩萨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真的觉悟了，是佛了。这个是从因上说的啊，果报在上半句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就是相好啊，实在就是。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跟如来一样的智慧，大乘是智慧，啊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，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的，在经题上就显出来了。佛菩萨教给我们什么？教给我们修因正果。那佛说法有他的善巧，先讲果，为什么你欢喜？你希望得到？然后再告诉你，你怎么得到？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你真想要啊？怎么得到？清净平等觉就得到了。啊，修行修行，肯定先得清净心。染污没有了啊！清净心要从无我下手啊！怎么无我？我念念都想众生，不要去想我，我就淡化了啊！念念想正法救度。念念想帮助众生离苦的路，没从来没想过把我变成一切众生啊，把我变成诸佛如来的正法，不是一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。啊，慢慢，自自然然，我们的心识融入自信，啊，要把心识化解，融入自信。融入自信之后，知道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你入这个境界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佛以法为身，叫法身。法身就是你承认变法界、虚空界是我自己，这就叫真的法身。啊，所以讲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。中国人讲人与人的关系，五大类也：父子、夫妇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。啊，这人是关系。佛法讲绝了。佛法讲一体啊，这些人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讲成五伦一家人，达到极处，六道里头叫人道，人道是一家人，这个范围扩大了啊，人道一家人。可是佛更大，佛说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是自体，跟我是一体，比一家人还亲切。一家人不是一体，佛讲是一体。为什么是一体？是一个自性变的，自性是一个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众生一体。确实的，一体哪有不爱的道理？一体哪有不全心全力协助的道理？啊，全心全力去照顾啊，去关怀啊，那什么人？法身菩萨。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是自己啊，照顾的无微不至在这个境界里才真正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。没有比佛法更好的，没有比佛法更殊胜的。啊，作佛真正是第一等人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得到了。啊，我从这六十二年当中得到的，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真正是叫人法喜充满。啊，那么在行上要做到这里，心识妄惑寂然不起，寂然不起就融成一体了，这明心见性，这叫无生。前面说法通住地啊，前面是从法上说的，后面呢从行上说的，从行上这是八地以上啊，八地所转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
等觉妙觉啊，他们的境界，不知净言书中之无生法忍，即弥陀书钞中月行之无生法忍。啊，无生法忍，有从法上讲的，有从行上讲的。啊，这是从行上讲。啊，故净因所为，七地以上，莲池大师只为法地，两个说法相同，没有违背。七地以上就是八地。啊，莲池大师直接讲的是八地，八地就是七地以上，七地以上就是八地，啊，是一个意思。又人王经，一位无生法忍，在七八九地，啊，人王。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他讲到无生法忍，他分三品，下品无生法忍七地，中品八地，上品呢九地，啊，这样子分法的啊。那么十地无生法忍上面叫寂灭人，这最高的了。啊，无生就是真正知道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我们看一切法生，有生灭。啊，他们看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寂灭人是佛证的啊，下品的寂灭人是十地菩萨，中品寂灭人是等觉，上品寂灭人是妙觉佛果啊。妙觉不是菩萨位了，等觉以下是菩萨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都是明心见性的啊，明心见性，对于宇宙事实真相彻底通达明了，八地以上啊，不受环境障碍，明心见性，通通得到了。啊，这四十一个位次上，个个得到。但是，究竟诸法实相，这个难了。啊，这个只有最高层五个阶级，啊，真正通达明了。我们对这些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真正晓得佛教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，它是教育。它叫什么？普世教育。就是对一般人普通的教育，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，帮助世间人断恶修善，
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扩大心胸，包容万有，做一个和睦幸福美满的人生。这是佛教对普世教育，对一般人的教导。那么在向上，向上是高等哲学，高等科学啊，这个我们要讲清楚讲明白了。很多人误会它是宗教，是迷信，错了啊，佛教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，那就是科学跟哲学的终极目标啊，对于整个宇宙搞清楚搞明白，而且能够控制整个宇宙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下生，极乐是怎么来的？纯净纯善心行变现出来啊，我们能把地球上的人都能够把它教到纯净纯善，地球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达到一心空悟，就能改变我们的物质环境。啊，把我们的物质环境比照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啊，不是不能啊。啊，我们的本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丝毫没有欠缺。阿弥陀佛能建立极乐世界，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建立。靠我们的教学，啊，当然最理想的，我们首先取得极乐世界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像从前法藏比丘一样，用五戒的时间到一切诸佛刹土去考察、去学习啊，好的统统要，不好的统统不要啊。法藏比丘是用这种方法建立极乐世界的。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这极乐世界就是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精华，最美好的全在极乐世界。我们学会了，回过头再回到地球上，帮助地球要把它造成一个极乐世界，可不可能？可能啊。我们要有这个大愿，要有这个大心量，建造极乐世界是为度众生的。啊，地球上的极乐世界，就是弥陀极乐世界的峰会呀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啊，这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啊。人生到世界上来
没有白跑一趟啊。啊，同心同德，向着这个目标，帮助所有的众生。啊，你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善巧，有方便，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！啊，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不是学来的，不是修来的。这一点要知道，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。所以大乘佛法把修学的宗旨目标锁定在明心见性，就是一定要把自性找到，开发自性本有的智慧的能相好，不是从外学来的，外面学来的是知识啊，比不上智慧。啊，向外求法，大乘教里头称之为外道。啊，外道不是骂人的，不是轻视别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外道是心外求法。啊，那么佛法呢？佛法不向外求。佛法向内，大家知道了。向内求什么？求明心见性。怎么明心见性？放下。就这个方法。啊，放下。妄想。自性里头没有妄想，现在我没有妄想啊，自性里没有，当然可以放得下。自性里头没有烦恼，自性烦恼里，自性里头没有业障，啊，我们把妄想、杂念、烦恼、业障统统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单单在经教里学，学了不肯放下，这是知识。把佛教的经典转变成佛学知识，现在很多学校里面，啊，开的有佛经哲学的课程。啊，走这个路子，这不是佛法，这是变了质的佛法，把它当作世间一种学术研究。啊，入不了境界，见不了心。啊，虽然学。得不到受用，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。学以致用啊，学了没用处，它干什么？我们这一次五月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啊，会后我们访问了法国的汉学院，
我们实在是孤陋寡闻啊，对欧洲知道的不多。原来以为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，这个叶黄文才晓得，真正汉学中心是巴黎，不在伦敦。以前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跟他们的教授交流。他们比伦敦早，满清时代就建立了，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相当有规模。欧洲人有个谚语，学汉学到巴黎。那么巴黎的汉学，他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建了个汉学院，他们听了也欢喜，希望以后我们合作。我们告诉他，汉学对现前的社会管用，能够帮助我们个人身心修养，达到健康长寿，能够帮助我们家庭幸福美满，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和谐。他很惊讶，他真能做得到吗？他们是把它当作历史去研究，看看古代这些东西，没想到现在还管用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如果现在不管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不就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我们这次去访问的，给他这个启示，管用。他很惊讶。我说我们确实做了实验。以前我们在巴黎联合国做报告。大家不相信，说这是理想。现在人做不到。我们在汤池小镇通过3年的实验，我们做到了，真的改善了，真管用啊！希望他们将来研究的方向能转变，实用的汉学，不是历史的汉学，现在实用的汉学。这个名称也要改一改。现代实用汉学中心。我们不是搞历史，不是怀念过去，我们是要享受现前。实用汉学，搞这个，搞这么一个汉学中心，现代实用的汉学中心。那我们马来西亚学校建好之后，我们会密切合作。这些人对于文言文的底子多好。我参观他们的图书馆，有不少现装书，我看得很惊讶。这真是有心人的，中国古籍现装书在他们图书馆。
啊，现在有科技的方法，我们照相影印啊，可以把它翻印出来，流通到全世界啊，把我们研究学习的效果在联合国公布，真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啊，汤恩比的话是真不是假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